后腰痛，后腰痛，海浪啊，再用啊，海浪再用啊，海浪在往前涌的时候，它会有这个反推力啊，有个反推力，海浪往前涌啊，涌的时候它会反推力啊，海浪往前涌的时候它有个反推力啊，有个反推力，这个是作用力反作用的关系啊，反推力啊。 他在往前推的时候啊，海浪往前推的时候，那个推它的往后推了一点，那是什么往后推了一点呢？飞碟往后推了一点，好像飞碟搞不过海水啊，是吧？飞碟搞不过海水，你每推一下往后往后退一下子，每推一下往后退一下子，就像那个，我们那个射击的时候，那个枪就往后退一下子，哎，这个就是本质啊。 这个就是本质，然后这个是我又看的那个钢铁工人啊，中国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人，那些工人呢，有的人呢，知道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有的人不知道啊，有的人不知道，所以呢，画画的人呢，他就没办法体现那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来啊，所以呢，工人阶级描述出来的都是有往直前。 只有往前冲的啊，没有一个往后的一个缓冲力。同样也是这个社会的那个火车啊，只有往前走，没有刹车的啊。所以文革的时候，最后就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没有刹车的火车啊，带着几亿人民呐，就狂奔呐。 狂奔啊！到最后就因为故障停下来的时候，人家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啊！这个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啊！就这样来的啊！因为他不懂得那反作用力啊，反冲力啊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所以我们要实实际的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啊！你要去整个人，那个必定返回来整的因素啊！ 所以呢，我们做事情要想清楚啊。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是在这个世界里边，在整个世界里边在行动啊，所以呢会引起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事情，所以这个因素要充分的考虑进去啊，要充分的考虑进去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